曲呢，我来带来一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歌谣，然后我等一下可能会唱，希望你们去包容一下。这首歌，它是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的版本就是比较那种三 D 黑吼吼黑吼吼这样，可是我把它改成就是比较接近蓝调的版本，它叫做一把琴奏，谢谢大家。这首歌同时也是我们上半场的这首歌，一把琴奏送给大家。自从和你初见面，我就连你到今天，真女人的想念的傲见，一把琴奏洒下心田，盼望你来灌溉，小白小白情话放在舌尖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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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帮忙出来介绍嘛，老婆老婆来了，我爸帮他提早过生日，所以给他一个 surprise。耶、yeah ！拍手呀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爸要出来啊，爸爸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爸要拿，我爸要切蛋糕，爸爸能用手很快。切蛋糕！我先帮爸爸许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等一下要来投赞美箱。啊！第二个愿望，我们先拉人。第二个愿望要500块以上。哦，没有。第三个愿，蓝色的最好。啊，紫色的最好。500块不嫌多了，没有，1000块刚刚好。没有没有，第三个要放心里啊。许完愿，爸爸许完愿了吗？啊，爸爸许完愿了。我们要讲一下，就是
因为我们平常练团都是在他们家，然后会吵到他们家里，对，然后他爸爸都会就是会包容，无限的包容，无限的包容啊，然后会来时不时会来看我一下，然后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喇叭有没有问题？怎么有杂音这样子？我还会自己调哦，是不是坏掉了？对对对，坏掉了，对掉了好买一颗。对 对, 对，没有了。他还为了我们练团，然后跟别人吵架。哎、啊，一定是。对，这样看呢、啊，每一个幕不要拿出来啊。哎，我在那边欠很多钱啊，那个都是欠那个啤酒钱啊什么的。哎，所以我今天要赚回来，第一个愿望就是。我要把钱装回来了，没事啊。哎，还有一个8万块的吉他啊，不是，就、哎、是爸爸要切蛋糕，你不是，我是要给他钱。他一直站在那边、哦。没有，我今天生日是赞美箱。哎，好了，爸爸切蛋糕，我们为爸爸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一起说，爸爸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哇，好，你那么多小孩哟、哦。哎我们上半场结束了，结束。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而且就是这个是赞美箱、啊，吃蛋糕的，吃蛋糕。对，所以先讲话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听到我们的音乐，你们觉得很感动，然后就将你们的感动要化成行动，就是麻烦一下你的脚，就走到前面，然后就跑到这个里面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那个主唱啊，或者是就是主唱而已，然后吉他手就不用了，你觉得他很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。就是写纸条啊，然后加个 IG， 就给我你的 IG 投到这里面，我就是要好好审阅一下。然后好，嗯，我们十分钟后见。对，然后下课了。下课休息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铁花村的场域，那边是我们铁花村的吧台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厕所就在那边，你们现在帮我发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有吸烟，需要吸烟的朋友，吸烟区在我们的，也是你们的后方，是在我们的厕所前面。那在那边才是合法的吸烟套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